亲爱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记载在雅各书的第五章，从第二节我要读到第九节。经文这样说：我虽然躺着，心里却清醒。我梦见爱人在门外敲门，亲爱的，让我进来吧，我的爱人，我的鸽子，我的头上满是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湿透了。新娘说：我已经脱了衣服，正好再起来穿衣呢，我已经洗了脚，正好再弄脏呢。我的爱人从门缝伸手进来，因他的靠近，我心跳不已。我正要开门让他进来，当我握着门柄时，我双手滴下墨药，指头滴下墨药汁。我为我的爱人开门，可是他已经走了。我多么想听他的声音，我寻找他，但找不着。我呼叫他，但听不见回音。巡逻城里的守夜者遇见了我，他们击打我，把我打伤了。守卫城墙的人夺走我的披肩。耶路撒冷的女子们啊，请答应我，如果你们遇见我的爱人，告诉他我因相思病倒了。第九节，你这女子中最美的加利亚，你的爱人比别人的更好吗？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值得我们答应你的要求呢？我们可以看见诗人在雅歌里面所形容新郎新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一种的相爱跟依赖，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不过我们读了经文过程当中，新郎不断的想要敲门要进去，但是不巧时间的关系，新娘她慢了，等到他把衣服给穿好，门打开的时候，新郎已经离开了，他叫他也听不见了。虽然他这样说，我的爱人是我的，我是属于他的，但是很可惜，小小的悲剧就发生了。我们在思想有关于信仰的事情，第一个，不要为了不必要的或者说琐碎的事情耽搁我们在信仰上做的重要的抉择。许多人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常常会说，等我到事业到一个成就的时候，等我到什么时候我再来好好服侍上帝。我们不太清楚原来上帝爱我们是这么样的深刻，是这么样的热情。如果说一个爱你的人，他等候你用这样的激烈的态度呼唤着我们，我们却是以冷淡的心情、单眼的态度来回应的时候，我想对于这个情人，他的心情会作何感想？他只好离开我们，或者说他只好另外再做一个选择。这个女子心目中所期待的一个男子已经来敲门，并且告诉她：“我身上已经被露水给浸湿了。”盼望你赶快开门，但是这个女孩子她单言，她找很多理由说：哦，我的衣服呢脱掉了，不想起来再穿；我的脚已经洗了，不想再把我的脚给弄脏。我们常用很多的借口。好了，等到她想起来，应该要打开门，再梳妆，再喷香水，拖延那么久的时间，结果心爱的人走了，再也看不到了。雅各书是描述的上帝的百姓，它代表的是新娘，跟上帝代表的是新郎，他们彼此之间爱情的故事。我们要知道，信仰是一种群体性的敬拜行为，但同时也是一个个别性，我跟上帝之间亲密的关系，这两个关系是一起进行的。我们回想以色列百姓，根据旧约的历史，好多次以色列百姓把上帝拒绝在门外，上帝一再的设法要敲开他们心门，并且告诉他们上帝对他们的好，他爱他们，特地的从远方跑过来，差派了许多的先知来告诉他们说，上帝多么爱你们，不要离开上帝，不要跟其他的国家建立盟约，他们给你们的好处都是虚假或者是短暂的，不要去爱慕他们的女子，
这些迦南女子会带领你们离开上帝，离开上帝的恩典跟祝福。结果呢，不管上帝透过先知苦口婆心表达对他们的爱情，以色列百姓君王仍旧是不断的拒绝上帝的好意，听不见上帝对他们呼声。从大卫之后，以色列国家开始分成为两个国家，没有多久，两个国家分别被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给灭亡，而且分别都被掳去到很远的地方当他们的奴隶。他们经历惨痛的亡国的教训之后，他们才开始醒悟说，哦，原来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是这么样的爱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事情一样会发生在许多的基督徒的身上。我们的上帝超越国家，超越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我们的上帝很担心我们把我们的爱情留在这个世界，留在这个世界的物质上面。因此先知的话一样的非常生动的劝勉我们说，趁着上主可以寻找的时候，你们要好好寻找他；趁着上主靠近的时候来，要来求告他。邪恶的人要离弃邪恶的道路，犯罪的人要回心转意，他们要转向上主，好承受他的怜悯；他们要归向上帝，好蒙他的宽恕。亲爱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回应上帝给我们的爱情。我们早上，我们晚上，我们各样的聚会，如果可以，千万不要去耽搁，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情。信仰就是如此，信仰是一个生动的事情。神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是如此行，我们会体会出这个爱情的美丽。第二个呢，基督徒怎么样介绍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我发觉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上帝这么爱我们，他是我们的所爱的，他是我的这个新郎，我会怎么介绍？我是一个结婚的一个牧师，我很愿意介绍我的妻子，她是怎么样的一个良善的一个女人，她是怎么样的一个给我的爱情，她是怎么样的一个美丽，她是怎么样的一个服侍，她在家庭当中或照顾孩子或者在教会当中，我很愿意分享。我不会说这个婚姻生活让我不想去谈她，我不可能做这件事情，除非这个婚姻本身是带来的是不是好的，是坏的。如果是坏的，我干嘛要结婚呢？如果这个信仰帮助我能够生命更好，我为什么不能够大大方方介绍给别人说我的上帝怎么样的爱我们呢？可是很可惜，我们很多基督徒似乎不知道怎么样介绍他们的信仰，不知道怎么介绍他们的上帝。因此当许多的人跟你讲说所有的宗教都劝人为善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哑口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的。亲爱弟兄姐妹，明知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明知道上帝说除了我以外别无他的拯救，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清清楚楚的大大方方的介绍主耶稣基督，他是真理，他是真正的上帝呢？也因为如此，我要怎么介绍这一位信仰所我所爱的主，我就必须好好读神的话语，因为所有一切写在圣经当中了。第二个，我必须跟他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他是上帝，必须用灵跟诚实来敬拜他。如此你介绍耶稣的时候，别人就会听，因为他们知道你是真的也回应对耶稣基督的爱，而且你有活出这样的见证。愿上帝祝福大家，每一天充满上帝的恩典。阿门。